第一波主阵跳球下来，由客队的新竹接口工程师掌握第一波球权。这球来看一下 Terry Kohai， 马上到禁区抛投。要先降低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进攻的失误啊！上一周的比赛当中，对到富邦，其实也有发生多达27次的一些惯性跟特性来说的话，也是有做足功课的。第三季会是宇宙帮的世代吗？应该是说他们的这个，他直接开进来吗？哇，杨兴志后面 Mango 的超截，哇，是非常漂亮的一次包夹哦。哇，杨兴志算是牺牲打了，杨兴志的三分球就成功把握住了。作为球队第一号的本土得分手啊，所以一定得好好的再发挥一下。穆伦斯没有人手来投一个三分球。换了一个瘦身的成果啊！昨天光在三分外线就投进了5颗啊！三打一的机会，哇！最后 Kenny Manigo 篮底下捡回这，这也是两个同场都有登陆一个小后卫的对决，大概二三号位的洋将，希望他可以得分、组织在篮板上面都可以各方面帮助球队。不容易。田浩的背后传球，这边有个空档机会，第二拍的出手，欧洲跨进来，最后是啊，把球开给安全员曼尼高，想进名可以选出，毕竟这礼拜是 MVP 主题周啊，绝对不能落苦啊。戴维斯拉下防守篮板，再一个转换快攻。输过来，这个出手都是一个有经验的球员了，不太会去影响到他们的信心跟出手的问题。倒传之后，小烈的空档，特坏。出球之后分球给到肖顺义，肖顺义在今天第一节倒是有蛮多出手机会。苏伟集体的三分球。从前一个投进一个三分后，直接在这边做到一个快攻急停的出手。Kenny Manigo 要秀一个吗？左边右手上篮者，穆伦斯直接喷了三分球，第一节加罚状态让田浩来罚球，来到低位了。跨进来，这边同样是享受，哇，辛巴算是跟现场球迷有点杠上喽。上面的一个策略哦，主要让穆伦斯来做第一线的一个阻挡。那接球成功挡下了辛巴，给你 Manigo， 接球被点手犯规了。Manigo 要戴维斯上来帮忙挡一个，做两人的配合，到了禁区的抛投，开给安全员，金棒挡了一个给陈俊南，哇！李凯燕的超截，这边有多打少哦，凯燕自己投三分，哦，没有问题，超截了8次哦，是。苏伟漂亮的第一步之后摆脱对假传试探步之后的急停跳投，也可以发挥得非常的不错。策划球员的握许本，他上面头带还写中文的握许本。好，传球发生了失误，2打1的机会，小黑转身直接找篮筐掉出来，林苏伟。已经把中距离这个把握度拉下篮板，又是一个转换的机会。苏伟对抗之后出手，哇，差一点！做机会给简佑哲，哇，一上来再一个快攻的机会，阿敏再给到简佑哲，又是一个上篮得分。失误依旧是工程师现阶段可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啊！哇，杨敬明，
对角转移，秦昊还是没有机会，进攻时间剩下五秒钟，朱英豪大号的三分，这样其实非常少见。嗯，掉到了杨敬敏的犯规，也是发出一个赞叹声，这样。哇，这球直接被解放者给抄走，稍微有点大意了，平浩这个传球。不知道比赛持续进行，换成策划要持球快攻，哦，这球把球砸在简佑哲的身上，来执行刚才技术犯规的罚球。碰挡的机会，进攻篮板还在国王这边，哦，第一时间19公斤的威力，这球传的稍微歪了一点，嗯，往前给 Terrico White， 给朱云豪，这是一个三分的空档机会，小烈把握住了，我找到小烈这个点，嗯，这边做了一个转换防守，工程师来了一个有点像是一三一的防守，让特坏站在弧顶这个位置。哇，的球员哦，不能底线的球员守上来之后，反而去漏掉了底线的这个出手机会。来，你再来看一下这一套工程师的防守阵型。哇，现在两边都是采取区域防守。嗯，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这球往回交发生了失误，跑在前面的是杨敬敏，跨步的收球上来，左手的有一击的机会哦，啊，注意一下时间，特坏过底线，这边是个飞身的单，五位球员可能都有在190公分以上，嗯，是，好，朱云豪的三分球，这个组合会不会有种要在超富邦勇士作业的感觉？我只能说，其实因为这才是第二场比赛而已，所以冠伦就伊波卡 ，Terry Kawhi 出来接球，再来一个三分球，手上跟伊波卡做个配合。这个位置辛巴要远边，朱云豪再喷一个大号三分球，再来一颗。特坏持球，伊波卡，这球被拨掉。新北国王快攻机会跨进来，杨敬敏，这是一个 A1 机会，完成三分打。特坏对上曼尼高，直接要掉给辛巴，吸引到了杨新智的犯规，入进攻的一个动作，那辛巴的威胁性还是有在，他就是站在第一位去做到一个要球，甚至做到一个挡人的一个，现在是一个后卫都没有，嗯，打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，其实第三节这样的一个阵容来说是非常成功的，伊波卡这是一个成功的超节，再往外掉给小烈，再投一个三分，第三节各节，阿敏比了一下，往禁区带拉杆出手，要到犯规，让防守者来讲是非常的困扰。其实这就是解读比赛了，一个出手的空间，甚至是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犯赖到犯规的一个状况。罚球还是够稳啊，两罚都有，球没有拿稳，这边有推快攻的机会。杨敬敏接球后直接出手。单节得分来讲，用这套阵容拿下了，目前拿下了13分，而国王队却只有10分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阵容，对单节可以用啊，到第四节就要变成单阳将的情况。是。那阿敏，哇，再一次要到犯规，每次强调经验啊。在切入的过程当中不断往马上拉起来，也吸引到裁判的注意，两次罚球也都是空心入网，
左边底角金榜是一个，其实在底线都是空档。小烈挑战篮筐，伊波卡拉下这个进攻篮板，摆进两分。朱伟自己上篮，哇，这个别做假动作。乌伦斯，哇，这球，结果球没有拿好，全往底线给金榜，球还在他的手上。Kenny Manigo 来投一个三，一样，林书伟在转换空中机会找到了三分空档机会。大家也是蛮关注书伟的表现，是，他也算是要证明自己还是可以打的球员，嗯。这坏，对上曼尼高的防守，自己打掉，来一个三分球。李瑞琴这个时候也来到场上，戴维斯，这球被打手之后还是可以摆进。都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，所以在做到一个假挡之后。伊波卡这球跳得高，跑进两分。推快攻，曾博玉停在中距离，自己拔起来两分用。这球跑到曾博玉的手上，伊波卡自己要秀一下吗？球被拨出了界外，吹了犯规。在罚球上面跟外线出手的能力上面来讲，似乎好像是没有那么出色。李瑞琴。来到中距离的跳投，哇，篮底下戴维斯，哇，被犯规毁掉，嗯，时间差跟经验再把两分就摆进去，两次罚球都有，将往前的三分之下，其实他在底线也有一些空间，出手的空间。小敏这球盘球发生失误，前面伊波卡把球给捡回来，人维持跟暂停前是一样，有林书伟、戴维斯、简佑哲、小敏、陈俊南跟李瑞琴。再打一个快攻，工程师要直接硬上，对了。戴维斯叫林书伟直接投篮啊，马上就是一个三分球，应该又是一个急停了。书伟再来一颗吧，还有林立人，简佑哲，这边也来投一颗，今天大家都会准啊。李佳瑞，再给到特坏。中距离的抛投得手，哇，又是苏伟，接掉远边，李佳瑞撞进106-75，篮底下阿敏，哇，这球难度。哇，天哪，哇，可以看到小丽的这个球迷缘应该也是非常的好哦。这边陈俊南上篮得分，一个联盟的新的纪录，嗯，今天对新北国王来讲是一个纪录之夜啊。李明义这个出手要到了犯规，保住第二次的罚球。